在最近啊，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的那个哈、国际经济论坛里面，普京被问到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的依赖中国呢？”你知道普京是怎么回答的吗？普京说：“难道你们也不依赖中国吗？”这个你们指的谁呢？指的就是那个欧元区国家。看到吗？普京用的这个是什么方法呢？就是你问你的，我问我的，就好比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一样啊。这是毛教员教的。那记者，你问记者，你知道毛教员是谁吗？那个记者肯定不知道了。别问为什么我知道，那个记者肯定不知道，他就是不知道。 OK， 然后你问他，你想不想学啊？我也可以当你的教员啊。